应该是这样，酒哪儿办？小姐，因为我刚才把老师先安顿在他的办公室里面，然后我跟他说了，你今天不会来，然后他顿时他有大的话说，心情非常不美丽。你还骗他？所以我们先进去，先伪装起来说。好，好，我跟同学们解释一下，就是我还留恋这段时光。 所以说想听老师再讲一堂课，完了你们尽量别回头看我。他跟你们也听不顺，睡一会儿，我需要伪装一下。不是，我个人觉得，要不你是伪装摄像就好了。我伪装摄像最棒，躲在后边吧。我伪装摄像最棒，我就躲在这儿。然后发口罩，我戴个帽子，那个你们的帽子也行。哎，这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哎 ，OK OK， 这个帽子够大吧？不够大，都已经大多了，还不够大，你看看。帮我提手。 袖套戴上啊！对对对，这个戴上。冰袖。哎呦，不戴这样的，有点吓人。OK， 好，特别棒。OK，哎呀，我的个子有点……对，这完全挡住啊！完全挡住啊！挺好的。 挺好的，你眼睛啥都看不见，我现在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想想。那我现在就请他去了啊。OK OK， 可以了。啊，你们天天鼓成这样，啊，这是为了配合我。你们还挺聪明的。好好上课，咱们班的到时候回头还会有一个。 上课，起立，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同学们先把作业本拿出来。这个咱这次作业呢，我简单给咱们总结一下啊。最差一点就是我平时说的你们总犯的一个毛病，知道是啥毛病不？对，审题不认真，都知道，知道还犯这个错误，马马虎虎的啊。 所以说，平时我说过，咱一定养成这个仔细、认真、谨慎的一个态度。其实咱做题是这样的，同样呢，咱做事做人呢，是不是得这样啊？是啊。就是这个。讲这节课之前，先把咱负分解的内容再给他复习下了。哎，宝哥躲在这个角落，真的一点都看不到。还有两种。 也是粒子结合或物质结合，能产生水的。谁来？其他同学？不能一个不知道吧？其他同学？谁也不知道。我特别有冲动，那会儿我想把摄像机放那，我觉得我直接摁住了。不能吧？来，娜娜。氢和金属氧化。 对不对？他说的。你们俩说对，你们刚才咋不说呢？人说完了就对了。其实我内心当中很激动，我又重温一下当年他站在讲台上的那份真挚的感觉。当年他就是这样，没有变，老师没有变，对吧？对。坐。 下列找正确的。王丹，王丹，来，请进。王丹，王丹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一起回来看你，你会惊喜。谢谢。 哇！老师，哎，好，小明，谢谢。老师每个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哎。老师每个都记得住。方明，好，这位，大鱼。哎呀，丽丽，吃层包，等一下，我进去。
毕竟二三十年过去了，真是难以控制。我在后面我已经热泪盈眶了，包括我们同学一个上来那刻起，突然间把我带到那过去，一下能想得起来。哎呀，啊，多开心的事啊！桃李满天下。各位同学有幸作为高老师的学生，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。老师在这个学校23年，他大学毕业教的第一波学生就在这里，所以等到有一天，我希望每一位学生走到社会上，也能像宋小宝还有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学一样，这么的有成就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今天也跟你讲了，就是对于今天来说，宋小宝没有能来是一个遗憾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，然后人来代替他。好，那么欢迎他吧，来吧，我们的神秘朋友。老师能够这么多年还是坚持着含辛茹苦站在这个讲台上，一批一批的学生走上社会，又有一批一批的学生走进老师的教室中。我对老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平凡，老师在我们心中也很伟大。感谢缘分，感谢相遇，感谢重逢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别以为我们在这儿给你的惊喜就已经结束了。还有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话，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重逢餐厅里面再说。好，老师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好，红。主厨等于是戴老师，戴老师的主厨。老师，您坐这儿，您坐这儿。快，我坐您这儿。先放坐这儿。一会儿，哇，哎呀！好丰盛啊！其实颜色，说句良心话，这个乱炖颜色瞅着跟我肤色有点靠。但是呢，我很用心了。今天就是为了先给老师做这顿饭，他们一起帮我洗的菜，老师啊，然后戴军老师他主厨他下的锅啊，所以说那你呢？我一直在旁边作战指挥，作战总指挥。放第一炮的时候，你一会儿那画面到时候你们能看到呢。我先给老师盛一点，老师，你看呢肯定是不好看，他跟我一样，他不经看，知道吧？但是精品，对，得品。这菜吧做的有点像我，你知道吗？这菜吧做的有点像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豆角、土豆，这些食材几乎都用进去了，还有茄子、小茄子，好好。哎，胡萝卜没有呢？有胡萝卜，有。这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说你先尝尝呗，你先替我尝尝。给打个分。好吃，好吃。来，同学们都尝尝，非常好吃。先挑排骨吃，先挑排骨吃，因为这个锅吧挺长时间没用了。哎呀，用了。他一天没用，他也会上锈，一天没用。来，自己动手，来。哎呀，对，这到家了，客气啥呀？对呀，对。这是啥呀？您来菜帮忙了，直接给我换了。你这吃点饭行，这味儿是东北的。这味儿比你做的好吃。比我做的好吃。看你这个，那酱呢？酱在那儿呢。
能拌饭。拿，咱们小时候最爱吃这个。茄子拌土豆儿。对对对，他俩是一个体系的。那行，谢谢。对。来吧，肯定好吃。太粗鲁了，我这筷子没有。这要拌点葱才能好吃。我这拿那个茄子，我这筷子没有啊。啊？我这筷子没有。啊，拌下来。不是，夹个土豆来。你这茄子还是挺有味儿的。吃一个，来，行，辣了啊，自己来，挺好吃的。咱这粉条啊，你没有粉条吗？粉条拿一望远镜找的。得用扩大镜。对对对。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应该给我加一个。小的时候没少上我家吃。那对，我给你夹大块的，鸡架装给你还回来。我一会儿都小明。好了。小明，这个给你了，这个小明。王敏，我跟你说，王敏可漂亮了，那时候。对，咱们小王敏漂亮吧？对呀。那啥意思？那种说那个王敏，我说那个我那个，在我印象中你是咱班最漂亮的女生了。他说你现在颠覆你的身份。我发现小明变淑女了，嗯，小明变淑女了，对。那时候咱们班最丑就他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好看了，哥们儿，那不是小明那时候是女汉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咱俩嘛，他跟我一样，属于长长就长开的那会儿。就是咱们上学那会儿，我还没长开呢。对啊，那我感觉上学的时候也挺帅的。对呀，那挺足的。那时候我用范儿撑的。那个时候生怕别人瞧不起，所以说也主动回避了一些同学，应该大家早都在坐在一起了，其实，但是等了那么久，20多年，所以说我想通过这次也正好跟同学在一起聚一聚，也很想他们。小宝就是跟我说不打算念书的时候，我挺遗憾的。我其实我已经老师对你期望可高了，真心的，就是可高了。再一上来吧，班长就让我当了。对，觉得他这份才情埋没了，怪可惜的。我说，哎，不管将来你怎么样，别辜负了自己的青春。我说，老师，你说这个对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想象的世界，走出去的世界是那样的，就外面像我们唱的歌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是想象当中。那你出去感受一下，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是实际当中的。我穿了一套衣服出去打工，是春天的时候去的。我到秋天回来的时候，我还是那套衣服呢，我连套衣服都没换得上。在过程当中，不停地从这家店到那家店，来来回回去打工，辛苦。这个过程中我经历好多好多，但那个时候我只能装在自己的心里面，我没有跟谁去倾诉过这些东西。当痛苦有多了以后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智慧。对，真的，这是一种你有智慧。我不愿意去跟大家聊一些我经历什么什么苦难。但是我就敢说，我要经历的东西，我要聊出来，你们在不停的擦眼泪，因为我们是同学，我们有爱。所以说我在今天这个氛围里面，我想营造的就是我们这份温暖。我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家重新再感受一下，回味一下那个曾经那个过去，那个是已经逝去的年代，美好的青春。怀念一下咱们当年的了，怀念一下，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歌啊，唱首就是你那段主演的那个电视剧那个《樱桃红》是吧？完了，那叫《燕人飞》那首歌，燕人飞，对，洗个头吧，你来，来，终于洗头了，我忘了你唱歌，我忘了你唱歌好不好听了，终于，那你鼓个掌，那我给你起个头啊，给大家起个头，一二三，朝着远方看。嫩嫩的枝桠天蓝蓝，满山的樱桃红灿灿，故乡的泉水流进你心坎。这是咱们同学目前所凑到这些人的一个相片。你的身影是孤单的，每个同学还写了一段话啊。想为你找个港湾，金晨宇的第一个金晨宇。用我的臂膀为你取暖。这谁字写这么好看了？现在你说呢？啊，田老师。有双翅膀，可以带着梦飞。这是新中版。不要彷徨，我会给你希
这是我了，这是我了，这是我了，这是各种了。就我这有点小，这有点草。因为老师的人生第一堂课是上给我们，他第一次当老师，我们是他第一届的学生。最开始的时候是教了这么一帮学生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是这帮学生陆陆续续都回到他身边，然后每个人送上一个签名册的这个，去把它贴满的时候，我相信老师的人生就这本册里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生。看到每个孩子成长得这么好，可以说这也是自己辛苦的结晶，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，也是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哎，邓老师，邓老师，我给你腾个位置，我给你腾个位置。不不不不，我给你腾个位置，您坐，您坐。因为刚才我聊到了，我是蹭你哥长大的，我才想起来。阿莲，阿莲，我跟你说，这算什么？我昨天跟老师对这些年龄，我比老师还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下面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，还给我惊喜？这是老师给你设计的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切了就知道了。